然后呢，底下呢这个 component，component did update，其实来讲也需要做这个事情，好吧？那我们在这儿呢，给它另外一个，所以这儿呢，其实来讲呢，它也需要拷贝这个，所以我们。通常说，如果你要开始拷贝一段代码的话，你就要把它拿出来当做一个新的函数来用。所以我们遵循了这个叫做 load data，这儿放一个 ID，这个 ID 是它要给出来的。那么其他的呢，直接 fetch 完了以后放到这个set state 里面，所以无所谓。那么把这个地方呢改成 ID，然后呢，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变成说直接。this 点 load data 括号，然后把 prompts 这个东西给 this 点 prompts 点 id 给进去就完了。这两个地方一样。然后我们来刷一下。然后你现在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发现什么问题了吗？我在这底下在这一直跑，看见了吗？而且如果我要点上 next 二的话，你看它也一直在跑。我点一下三，它能更新，但它一直在跑。为什么？我们先把这关掉，因为一会儿跑着跑，这个整个就溢出了。我们会看到 update 三，你看一直在跑，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大家想一下，我们来说一下啊。我们现在把这个函数调出来，should，这个机箱怎么突然这个噪音变得这么大了？component update next props。Next state，然后在这儿呢，我们只 console 它的next props 和 next state，然后呢，我们每次都 return true。我们来看一下啊，你现在把它运行起来。我现在停不住它，但是你会发现它前面，我现在把它 next 一下，它二也能出来，但是它也还是在这儿这么做。我说一下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停不住。我给你们说一下它的原理是为什么。首先我们来看哈，在上面这是那个子，比如说我们把它这个叫做子组件。这是子组件那个生命周期。首先，子组件在下来的时候带着什么东西来的？带着 props id 来的，对吧？props id 等于一。props id 等于一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它等于一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它会触发一次，触发我们的 load data，对吧？然后 load data 在运行的时候，load data 在里面在拿到数据以后来回干嘛？它里边会触发一次 set data，set state 对吧？在 set state 里边，它要把 name 和 age 重新设定一下，以使得能够实现。然后这个东西会触发什么？这个东西会触发这次的 render 对吗？因为你改了 state 了，对吧？你改完 state 以后，它会调用 component did update，对吗？然后它又会调用谁？它又会调用 load data，对吗？load data 里面又会 set state，set state 里面又会 set name 和 age，然后 set name age 又会调用它
所以这是个死循环，看到吗？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有些时候我们应该让它 update， 有些时候我们应该断掉，因为事实上来讲，触发 render 的条件真的非常简单，一个是 props 改变，一个是 state 改变。在这里边，其实来讲，只有 state ID 改变的时候，我们去取一次，后面就不用了，因为你取 state ID， 它会触发你这，因为你 ID 变了。或者你第一次初始化，或者后面 ID 变了，这个时候它会触发一次 load data， load data 会触发 set state， 它其实是在改 name 和 age， 它压根没改 ID， 但是 render 函数不管，我不管你 ID 改没改，你只要触发了我 set state， 我就要再触发一次 render， 我触发一次 render 底下的 component ID update 就会被触发。那底下有一个同学说那如果我这个我不写行不行，就是我只在这里边做一次，这个我不写行不行，那是不成的。你可以试试，比如说我把这段代码我这儿注释掉，我现在不是 did 吗，我把 did update 去掉，我把 did update 去掉以后，你看整个的状态会是什么样。看见了吗？ ID 变，底下 name 和 age 不变了。为什么？因为我第一次的时候，我初始化的时候，我是 did mount， 在 did mount 里调用了 load data。在后边如果我再改 ID 的时候，就是说再改 ID 的时候，它触发的是 D 的 update， 在 D 的 update 里边，如果不调用它的话，不调用 load data 的话，这是要出问题的，也就是后面的 ID 再传进来的时候，只有 ID 变了， name 和 age 无法变化了，因为你这个 ID 变的时候，触发它的时候无法触发 load data， 因为这个只有在 mount 的时候触发一次，触发完了以后再也不触发了。那么这个 update 你改 ID 的时候，外面改 ID 就是父这个 parent 改 ID 的时候，只会触发这个函数，但这个函数里不会调用 load data。 好，那我们再回去，如果它会调用，这底下就变成这样了，就是说 ID 的改变和 name 以及 age 的设定这两个东西同样都会触发什么呀，都会触发 set state， 都会触发新的 render，也就是他们的 render 最后都会触发这个 component D 的 update。 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它全都打开，这个东西就会一直在那儿自己触发自己，自己触发自己，死循环。如果你把它都关掉， ID 改变了以后没法触发它，能明白这个意思吗？问题在哪儿，知道了吧？所以现在在这里边你必须开始调用，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你必须开始调用这个数的 component update。 那么底下怎么改？底下有两种情况下是要改的。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第一种情况是 nest props 改了，就刚才我们说 ID 改了， ID 在改了的情况下，那么它下一次将触发 name 的改变。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它 ID 也不改， name 也不改，那么我就不应该让它 update， 对吗？大家回想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把这个东西说一下哈，是要么 AD 改变，要么 ID 变了。 ID 变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 update， 因为 ID 变了的时候它 update ID 下去以后，然后才能触发底下的 load data， load data 才能把数据拿上来，把 load data 拿上来以后，在 set state 的时候会触发第二个事情，就是这一次 ID 没变，但是你会发现 state 变了， state 里边的 name 变了。对吧？也就是说要么 ID 变了，要么 ID 变完以后触发 load data， load data 我把这个写全了哈，要么 ID 变
完以后触发 load data， 然后在 load data 结束，结束触发触发内部变了，也就是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外，其他的那个 update 你都不能让它过去，其他的都是它内部 set 自己，它自己的 set state 的时候又触发了 render， render 又触发了 load data， load data 又触发了 render， render 又触发了 load data， 就变成这样了。所以那么现在你这个地方要怎么写呢？ return这里有两种写法，有我先给大家看一种写法，有一种写法呢是这个 JavaScript 的这个人特别喜欢用的一种，它叫什么呢？叫做Net State， 就是第一个我们要说 Net Props， 如果是 ID 变了，就是如果它的 ID 不等于这个 this 点 props 点 ID， 就说明 ID 变了吧？这句话就是 ID 变了吧？对吗？或者是什么 next state 点 name 不等于 this 点 state 点 name， 这是一种写法，就是你直接返回这个东西，就是要么它变了，要么它变了，这是返回处，你就让它过，因为返回处就是让它改嘛，否则的话就不要让它改。或者呢，你干脆呢把它写成这样也行，反正我一般习惯于写成这样，这样写呢其实从语义上清楚一点，只是写着比它麻烦，那么你们用哪个自己选随意，那么我把我这个拿掉，你们保留你们上面这个，然后大家看一下，如果我写成这样以后它是不是就 OK 了，诶等会儿。这个 state 没 set 进去啊。它啊对 ,this load data 被关了嘛。好我刷一下。没问题吧，这个现在很正常了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说在某些时候我们必须去使用这个 should component update。否则的话它的状态真的是会乱的。当然来讲这个怎么说呢，其实 Vue 在这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工作才使得你外边用起来很舒服， React 就把这些东西全都扔给你自己，你自己去处理。理解吧？ OK。